嗨，Hi, 你好，我是坤华。在广播界的江湖上，每位 DJ 呢都有自己的绰号。比如说，有人叫自己为“全国最文静 DJ”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也有个绰号，偷偷告诉你，我的绰号是“全国最害羞 DJ”。哈、啊？我听到很多人喊哈、啊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是全国最害羞 DJ。我的害羞程度应该比我的搭档蔡伟斌多那么一点点。这时候呢，我要做一件非常艰难的任务，我要。 拉票，是的，既然我是全国最害羞 DJ，这份工作我真的觉得很艰难。这个时候呢，请你记住我的号码四十八。如果你不同意我是全国最害羞 DJ 的话，你可以赶紧 S M 进来抗议。好了，我不能再说下去了，再说下去我的脸就要红了。谢谢四十八。